这一箱是在 Shopee 上面买的，因为泰国的永久没有卖这一个瓶装的，他们卖的是另外一个，等一下给大家看。哦，这个瓶装有四种口味，一种是小红莓和苹果香橙原味，还有我忘了，我这一次买的是 Forever Freedom， 我买了两瓶。这个在 Shopee 上面买还比官网上面贵，查过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买了两瓶。他这里还帮我封起来，欸，我第一次看到卖家把这里封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怕运送的过程会爆开吗？我是第一次喝 Forever Freedom 这个口味，香橙口味的。这一箱是我在泰国永久的官方网站买的，在购买之前我对有一些产品有一些疑问，所以我就透过 LINE 询问他们，结果我发现他们的服务还蛮快速而且还蛮专业的，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还不错。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有一张收据，这一张收据上面就是你买了什么啊，价格是多少等等。我在网站上看到他们卖 combo pack， 就是套装，有三个套装，那其中一个套装还蛮符合我的需求，所以我就决定订购那一个套装。我跟你们说过我喜欢喝原味的芦荟汁，那我以前都是买这个包装的原味。我很想知道这种包装的跟这种包装的有什么不一样，所以我这次买了六瓶。接下来是永久的花粉，蜜蜂四宝，蜂王乳、花粉、蜂胶和蜂蜜。我觉得永久在这四个商品上面做出来的品质是还蛮不错的，如果你很好奇的话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查询，网络上有足够的资讯可以让我们去判断这个东西好不好，不是只有永久的产品，还有别的产品。那对我来说这个东西说真的不便宜，但是我会持续购买持续的吃一定是有我的原因的，我不可能把钱丢进大海里面。接下来是永久的深海鱼油，好几年前我还蛮认真吃这个鱼油，那个时候 Omega 3 很夯，就是跟着家人啊妈妈一起吃，可是我忘记是什么原因最后就中断了。其实这一次我也没有想要买这一瓶鱼油，那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套装里面，它里面有 Omega 3， 有 Olive Oil， 我看一下，他说一天要吃三次，一次吃两颗，那如果我很认真吃的话不到一个月我就吃完了。 Forever Motto， 我第一次买这个保健食品，它里面有姜黄，应该不只有姜黄，以前我常常出车祸手扭啊，脚扭脚裂，所以我的筋骨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想说买个保健食品辅助一下。这个 Motto 它是跟 Muscle Recovery 有关的，在泰国它叫做 Motto， 在美国它叫做 Forever Move， 但是是一样的产品。我就是很 confused， 然后我就在 LINE 上面问他，然后他们告诉我这个配这个效果会更好。最后一样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商品，就是永久的蜂蜜。这个蜂蜜看起来还蛮大瓶的吧，我这样一瓶可以喝一两个月左右。我也会买泰国小农生产的蜂蜜或者是泰国皇家蜂蜜，你们来泰国观光应该在 7看过泰国皇家蜂蜜，但是这两种口味和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市售的蜂蜜就是看起来金黄金黄的，但是永久的蜂蜜是什么颜色呢？
它是黑色吗？还是深红色？永久说，这个蜂蜜是来自于高山沙漠，保证无污染的蜂蜜 ，pure honey， 100% natural honey。我现在把它打开，反正我等一下就要喝了，等一下哦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蜜蜂四宝对女生很好。我可以舔吗？我好想吃哦。好浓，好天然的甜，你要自己吃过才知道。你喝过永久的蜂蜜吗？我很喜欢这个蜂蜜配原味的芦荟汁一起喝，超级好喝。我喜欢喝永久的芦荟汁，也喜欢喝他们的蜂蜜，也喜欢吃他们的蜂蜜，也喜欢他们的蜂蜜。